字，这个字又是稳定的字，哇，这写的要赶了、啊，要赶了、啊，赶什么？赶压下去啊！战斗还是动作还是非常的明显哦。字在齐，齐就比较瘦了，嗯，然后这个拉得很长，折下来哦，这个折的时候还折点锋芒出来，挑起来以后再用力的再甩回来，字齐步，这个步啊，又开始刷，哎，刷刷带回来，带起来很短处，这个点还有过来，啊，不变变硬受硬，然后这边方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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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回来，圆润的感觉，拉拉长哦，有方折有圆润啊，还蛮厉害的。折折的话，呈左下角斜去之势。什么叫左下角斜去之势呢？因为它这里好长 哦，这个地方非常长啊。但是这里它尽量写重一点，把它压回来一点点，不然会觉得字偏的过头了。哎，折，而还是习惯扁的。那它这里非常瘦硬，好好瘦的笔画，哎，甩上去。宽哦，宽就很明显的很大，那你就要写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大一点。哦，折带上去，绕圈圈，换上去，带上去，再带上去，再这样 Q Q 的，哎，弹回来。宽之，那之就是很流动啊，哦，流动归流动，还是要送到啊。之折。折左边还是稳定的，右边细瘦的，把这个稳定跟细瘦分出来。折一、二，带起来，再点这个点，然后这个细瘦的勾起来是很饱满的。物与我，物这里很用力，很用力，这里又不用力，细细瘦瘦的，那这弹上去。刷带上来，然后第一次弹回来，第二次用力刷出去。哦，鱼，前面刚才好扁哦，它这个鱼啊写草书了，哎，然后再把它写的在中间这里，哎，不是很大。我这个姿态还蛮张开的，虽然字不是很大，但它的呈现是一个三角形姿势啊，要写出了。什么叫三角形姿势呢？逆上去，张开到这里很低的上去，然后撇过来，再点细细瘦瘦哦，这个成一个三角形，而且这个拉的非常长，但这个记得要斜上去，这拉得很长才好看。我、哦、